贼靠谱贼实在，这里是全程热恋0431889018908090，你的缘分热线，单身你赶快来吧，我们在长春等着你，欢迎现场所有的观众，欢迎大家，欢迎欢迎，掌声有请16位可爱的姑娘，有请她们。这是我的帮你，这是你的帮到我要找的爱情，爱情爱努力爱期待啊，首先有请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小伙啊，这位小伙说了9年了，他今天就想在这个舞台上给自己一个交代，我现在有点担心，好像孤注一掷接下来要干点啥啊，你很担心，来我们掌声有请小伙出场。全程热烈，大家好，我叫陆小松，今年23岁，来自吉林磐石。我的爱情宣言是八年八次来全程，找个姑娘牵手行不行？行。于姐，你今天这个装扮很特别，你往外站一站，大家看看。呀，这是怎么的了呢？这是被五号影响的吗？没有，就是想那个装成这个紫霞的样子，等待我的至尊宝，然后脚踏的七彩祥云飞上那么一飞。猪八戒。是挺胖，我看你上台直喘呢，这家胖人一到夏天可真遭罪呀。于晶啊，你今天不是紫霞的造型吗？对呀，紫霞说话不这样式儿的。对，你用紫霞的口吻来。这不你灭我了吗？我这些咋得罪你呢？这灭我是什么意思呢？我就说不过他呀，我怕他呀，咋的吧？我骄傲了吗？我就怕你，于晶，我今天我就怕你，哎，我就灭你，咋的吧？哎呀，666，哎，于晶。你说给我们小伙儿，你要是汗着你顺脸往下躺，而且灭完了之后还得说我就怕你咋的吧，这是相亲现场吗？没发现刚才我灭灯的时候啪，我看出来了，我看出来了，你是真怕他是吗？哎呦，他整不了。咋整不了呢？但是该说不说，于晶有一点我就特别欣赏，特别孝顺。首先就是说刀子嘴豆腐心吧，包括就是他正选的时候我也有看过，就看之前的短片。对对对，就是他跟他那个姥爷平时说话的时候啊，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说特别冲啥的，那他姥爷房子是谁给买的？他买的吧，他唱歌也好听啊，还能挣钱。哎呀，所以说我就觉得挺好的，他这个性格吧，当朋友特别适合，当媳妇吧我整不了，而且我妈吧，我妈跟他属于一个类型，就比较特别刚硬，跟我妈你说真硬碰硬。那你这我在家还待不待了？小时候没少挨揍啊！我这一瞅，哎呀，于姐打懵了那都啊！这孩子真不容易，别吓唬人家啊！哎呀，真不容易啊！好嘞，好嘞，不好意思啊，对对对对，还是特别欣赏你的哟。看一下是那个姑娘对谁感觉最好？来看一下我们这小伙第一个短片，了解一下。这里是东北最接地气的相亲交友，看节目几年，贼东北贼靠谱贼实在，当观众其次。5000到8000不等。我从初一开始呢就开始关注咱们全程热恋，所以说对咱们历届的这些女嘉宾呢，那我心中呢是非常了解。不喜欢什么样的？那比如说像之前的 baby。